之前为您报道过，大陆富二代出手真的是非常的阔绰，他打造了1999朵的这个纯金玫瑰，打算要跟女朋友来求婚。而昨天这场求婚仪式也终于展开，除了有纯金玫瑰，男方还准备了价值1300万的5克拉钻戒，真的是非常的大手笔。拉着蒙上双眼的女友来到铺满1999纯金玫瑰的墙壁前，当睁开双眼的瞬间，女方一时还没法反应男友是在求婚。赵丽，嫁给我吧。美女，你答应吗？不愿意。不过要求婚当然少不了戒指，男方还准备要价1300万台币的5克拉钻戒，准丈母娘在一旁也笑得很开心。会他不知道我来，我没有告诉他，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今天他还闷在鼓里呢。这位今年才23岁的南京富二代花钱求婚可不手软，这面面积16平方公尺的纯金玫瑰墙就要价270万台币。鲜花的话一段时间鲜花就没有了，但是金子的话放在家里面啊，放在哪里永远不会变。尽管黄金和钻石都是女人的好朋友，不过有句话叫情比金坚，有颗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